吃东西了呀，东东准备好了吗？来，东东啊，嗯，好可爱哟、哦。好乖哦，我以为他会一直乱动嘴巴不张开，结果竟然这么乖。东东啊，你乖耶，这几次吃都很乖。哥哥说你也乖耶。妈妈先帮你擦啊，好。东东啊，东东啊。让我想到彤彤小时候，也是一开始这样一口一口喂的。爸爸是在感慨你长大了，一瞬间就长大了。说你要吃什么？对啊，然后你的餐具啊什么都用得很好了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筷子还没有拿得很好哎、欸。去年这个时候才练习了。还在练习，还没有拿得很好，会拿了。所以爸爸是感慨时间过得很快，他会一直想去舔那个。开心，东东好开心，对不对？脚脚一直踢踢，开心才会踢踢，生气好像也会。不过他现在很明显是很开心，没有哭，嗯，很兴奋。东东，我要吃喽啊！啊啊！好棒哦，东东好棒。东东还不太会吞，没关系。你吃大喘大气呀、啊！好可爱。还是要开直播给猪奶奶看。嗯，当当吃。好啊，下次我们开直播好了。你在看哥哥玩吗？哥哥在玩机器人。我们家整天都在家里，心情会很郁闷。我们在家里心情也很郁闷呐。来，东东来。东东几乎都不见天日哎、欸。很少去晒太阳，其实我们可以到中庭或到顶楼去都可以、啊、或在阳台，阳台也可以的啦。东东很喜欢到阳台这边听风的声音，鸟叫的声音。我们家楼下那个凤凰花开得好漂亮。对啊，凤凰花看一下，这里面最漂亮的。凤凰花好漂亮，整个树的顶端都变成一片橘。之前好像没有这样子哦。对，之前好像都把它剃光头。嗯，好漂亮。嗯、我不知道、欸。嗯，就应该是说它的绿色比橘色还少，橘色比绿色还多了，一整片都是橘。因为如果你那个树太茂密，就会有鸟来筑巢，然后你下面就有很多鸟便便啊。我们社区里面中庭里面就有好几只固定常常会看到的鸟，对不对？对。有一只鸟是怎么动的？很胖的，很大只。然后还有一只，我们看完它上厕所，还看到它抓一只蚯蚓来吃。对啊，我们看过好几次，已经都认得了，就是同一只。东东都变我们的邻居了。对啊，这样子是很好的啊，小动物当你的邻居。棒棒棒棒的，一口一口吃它。棒。所以妈妈也不懂为什么爸爸喂你的时候。那么惨烈，而且旁边好多那种布，你用掉好几块布。我想说，没关系，东东来，嗯，棒，嗯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愿望嘛，就帮他擦，就是尽量让他舒服嘛。爸爸，我就是要这样才舒服啊。吃到鼻子、可是你好像也很少喂到鼻子。有啊，还是有啊。对不对啊？妈妈也好久才生第二个小宝宝。
明天我们加点南瓜，你会很喜欢的。哥哥说它好甜哦。妈妈已经做好了。南瓜还有在调味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南瓜本身就很甜，就像彤彤那时候很爱的红萝卜，我们那时候买的是鲜采红萝卜，所以它没有那个外面红萝卜的腥味。哇，彤彤一世成主顾啊！彤彤也要说话。彤彤说好。如果我们还住在基隆的话，我可能就要隔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成功市场啊。哦，我们家对。还有 Seven， 好像我看到 Seven 也有，对不对？可是那很难啊，因为那边真的是就是聚集点啊，很多人都会去买东西的地方。对啊，市场一定啊。我们那边其实算方便，市场、邮局、Seven、全联都集中在。亲子馆、图书馆、促真事务所都在那条路上，走路都可以到。然后长庚，你搭个公车直直往上就有了，然后也所以也不太需要大卖场啊。对。对啊。啊，你看我每天有全联或大卖场，有其中一个就很生活就很方便了。楼下又是全联，然后我又常全联的阿姨都买到手。我们都认识，我们那时候搬家的时候，阿姨还帮我们找箱子。对啊，不知道阿姨还在不在？我还记得那个阿姨的样子跟她讲话声音呢。我也是。有什么？我都忘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那时候住在基隆老家的时候，就是、头发长了有点卷，然后说啊、哦，就是啊，声音有点沙哑沙哑的那种声音，很亲切，很热情，每次看到我们都很热情啊。啊，弟弟你过来啊！对啊，然后看着彤彤慢慢从小宝宝变成会走路这样子。前坡上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不是 OK？ 应该还是吧，那个是他们自己开的。我是看人家说小宝宝大概就是可以吃到50，就是25到50，就是慢慢增加。可是因为我们的没有量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东东到底就是怎么样。我就是看他的反应，如果他吃到没有很想吃，就嘴巴闭闭了，没有那么积极的打开了，对不对？就好了，剩下的再补奶奶。他现在好像就没有一开始那么一直打开的感觉了。对啊，豆豆妈妈帮你擦擦。哦哟，就是隔一个阵子在。小公主灯，小公子灯。对啊，他现在都不打开，就是你吐进去。因为这个汤匙软的，就是怕去弄到他的舌头。啊，他吐出来了，他没有要吞。就是碰他，怕去弄到他的那个舌头。嗯。把他舌头弄伤了。嗯。彤彤也算是幸运了，今年应该都没有毕业典礼了。嗯。或者是你线上办，可是现在小朋友都停，就是在家里面线上办，不知道要怎么办。哎呦。没有毕业典礼。现在公告说要停办，或者是线上办啊，网络办、视讯办一办，看影片这样子这样。可是小朋友都在家啊，啊你要办毕业典礼，要聚集他们，就是等于说开学回来就要做这件事啊。嗯，所以要想个办法，对不对啊，小东东？不是开学的时候再做吗？嗯，也不是啊，我们可以想，就是彤彤不一定就是要照传统的方式啊，我们可以变通啊。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可以变通啊。这次开学就二年级了，那新生实验室怎么办？新生他们连课本都没有，你要怎么办？嗯、就真的就完全是属于线上吗？只是学籍在吗？连课本都没有，要怎么上实验室？是有可能啊，国外不都停很久？对啊。连课本都国外到现在有的到现在还在停啊，都还是在家上课啊。连课本都没有，要那。就连线上上课都不行，就找一天爸爸妈妈去领啊。可能就变这样。对啊，如果疫情那么严重，命还是很重要的。嗯。只是我觉得，很老问题啦。你、欸、快吃完了，很厉害。经济要撑得住。快吃完了。他今天吃的比上次多哎。而且。撒出来的漏出来的其实没多少，几乎全部都吃，目前为止每一口都是吃进去的。
妈妈擦掉了啦。看起来是这样子啊，你擦掉了吗？要不然你怎么会有信心在喂它呢？怎么了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擦擦哦，好好，哦，擦擦哦。不想吃了，这样子不想吃了。哦，小肚肚太胀了是吗？哦，好好。哦，好。那还要吗？还有，就是因为那个饭让你肚子胀胀的。他是觉得饱的感觉吗？不一样的感觉吗？你还要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坐太久了是吗？好，那就到这了，好不好？好好，安慰一下了，好好嗯。怎么吃到最后生气了呢？前面都好好的，哦，直接就把我身上黏黏的。爸爸嫌我脏。哦，东东妈妈知道了。还有吗？你还有什么建议吗？好好擦擦擦擦。好擦擦，嗯。这我先端去旁边了。